欢迎来到新台湾星光大道。对于年底县市长的选举，有升格严选种种的政治算计，哦，现在已经让大家看得头昏眼花。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可能放下这些算计，好好来想台湾怎么国土规划？有点困难，因为政客的思维跟老百姓的思维长期来是脱节的，哦，你约他要理性，把我们多想点，他往往就是往那边去想。不过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有很实务的问题啊，像那个区域均衡发展、预算分配，那才是实务。对对对，对，更重要。政客能够放下这些，他就变成政治家了。对啊，大家一起进步，我们要向上竞争。